恒帝从小就是胡闹第一名，真没想到今天托他的福救了一城的人。幸得恒帝担当，否则今日前去孙小姐闺房的可就是我了。哎，你说那日孙小姐若真是看上了我，那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只能去了呀，这可是救命的粮食，你该不会连这点委屈都扛不住吧？哦，那将军也会忙着分粮忘记来救我吗？或许吧，毕竟分粮要紧。真的？嗯，即便是沦为孙小姐的闺中囚也无所谓吗？恒帝有谢姑娘救，至于伯爷，这世间能碰伯爷的也就只有我了吧。当初见的风华，像时间挥挥的是岁月的他，你也永远只是我的花花。风中成花，大业有这样的皇帝，百姓永无宁日，为了这些人命，我要杀回京城，一条一条跟他算个清楚。国之轻浮，家业何存？赵仲是与班将军同生共死，苟皇帝丧尽天良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是与班将军同生共死，杀回京城，替天行道。我乃大业班家军，回京讨伐窃国夺位之人，辅佐太子归位，守城将士还不速速开门迎接？区区叛贼竟敢口出狂言！今日我雷大将军受皇上圣旨驻扎此处，就算你来的精兵八万我也不怕。替无辜百姓讨回公道。